好，大家好，我小鱼看到 KRV 登场就知道今天我又来介绍 KRV 的东西。现在疫情的关系呢，改装的东西呢有因为制造上面的问题，然后原物料问题、缺货的问题，东西出来的比较慢一点点，然后加上因为 KRV 当初光阳拿出来给外面厂商开发的车呢，并没有我习惯使用的一些标准的厂商的开发，都是只给一些特定的某一些厂商开发，有很多厂商都没有拿到车，甚至他们可能拿到车就是一天两天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根本来不及开发，所以他们后来就觉得暂时先放着都不开发。那等车子出来后，他们现在才开发的情况下就会比较慢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改装的东西需要改装的话，可能都要稍等一下才会有。今天要介绍呢就是后避震，这个礼拜吧，就是前几天啊借给 GJMS 做了大概一个礼拜的合车测试一些避震器，他现在把车子拿回来了，避震器我们就已经先有第一款的基本款下去测试，之后还会有高阶款再拍给大家看。那我们现在今天就先介绍入门款式，当然我也会测试跟调整跟路测，高阶款的之后我还会再改，因为我对于避震器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一些入门款的话呢，不是说不能用，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，因为我要求的情况下，我的升压侧基本上要求比较多一点点，而且甚至我还会需求到高低速。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KRV 的后避震啦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先把车厢拆起来，然后 KRV 的后避震呢，可以看到这边一支，那 KRV 的后避震呢，它这一支是低阶的，是 GJMS 的，这个是入门款，所以它的售价好像是7500左右吧。然后它的高阶款呢，会是一个铅瓶的，它会有一个从里面铅一个气瓶出来，氮气瓶，它会把它挂在外面这边。以前居正的习惯，他会把它锁在上面这边，这个可是要专壳，有些人不喜欢的话，他会做一个支架，从排气管这边这个吊架这边做一个铝支架，然后挂一个气瓶在这里，其实就会跟所谓的 O-Links 很像啦。那一样啊，我习惯性不喜欢订国外的避震器，不是说我不喜欢订国外的避震器，因为其实我的重机的话 H2 的话我一定会改 O-Links， 可是国产车我不会改 O-Links 的原因是因为我记得国外没有做 KRV 的 O-Links， 它的 O-Links 避震器应该是台湾的 O-Links 去做的，不是国外 O-Links 做的。那这个台湾 O-Links 是台湾总代理在做的，那个要由台湾总代理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国产车，那这就当然用国产的避震器，那国产的避震器它就会有测试啊一些的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，基本上上面这一个旋钮是预载可调，调整预载就是压弹簧用的，所以它往下转的时候，那这样子可以转的时候就是压弹簧，然后放松的时候就是把弹簧放松，压力就会变小。然后馒头呢，馒头最后这个下面馒头，这个馒头是最后触底前会撞到的馒头，是减震用的馒头，并不是让大家看它吃的行程。当然我们会拿来当作它的行程做监测，是因为它拉上来以后，它可以被压了以后，它会有一个行程吃的状况。实际上很多馒头会比较松软以后，它会掉到下面，就是给它预防，所以触底前以后它这个不会直接撞到，它会有一个减震的橡皮，这个馒头去减震的。那接下来这一颗调整旋钮呢，就是阻尼的强弱再开关的，那这一支的调整的是升压侧同一颗旋钮，所以当它阻尼变强的时候，我现在右转变强的时候，它是压也变强，升也变强。那我如果把阻尼放掉的时候，它也是压也会变弱，升也会变弱，所以这是调整升压侧共同一颗旋钮，这就是所谓的只有一个单调整功能的低阶的避震器。现在这个是 KRV 的低阶避震器，那高阶的避震器呢，它就会把下面这一颗做升侧，然后上面拉出来铅瓶的气瓶上面做压侧，就是升的时候靠它控制，然后往下压的时候，避震器往下压的时候靠气瓶上面那个旋钮控制。好，这就是所谓的升压侧避震器。我现在给大家看了这个基本款的避震器，大约的功能就是这样子。
那它的外形其实跟一般的避震器都差不多啦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基本上就是避震器嘛，还是靠调整才是重点。这一个避震器呢，我现在才刚开始出来调整，所以实际上我们还要在路上测试啊，然后再调校啊，然后再集成才会知道。由于疫情的关系呢，我现在骑的比较少，我之后会再多试看看。反正避震器还是调整最大的重点，调的好坏呢，才会影响到你的车子的性能那些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求的是运动性能比较好，我们通常会调的支撑力比较强一点点，比较硬一点点，减少它的作动。那如果你要市区舒服，那调软一点点，让它减震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。这个是见仁见智啦。那调整避震器就是要看你的需求，我们再去调整，还有依照你的体重。那国产避震器都会有体重设置跟选色单，可以让你更改颜色。刚刚有看到我这避震器是金色的，下面这也是金色的。那刚刚改装的部分就可以自己再选择颜色。KRV 的避震器呢，低阶款的现在是介绍到这里。目前前避震器也在核，然后后避震器因为它的铅屏的部分啊也还在制造，所以说还没有出来。那之后出来后，我会再测试给大家看。后避震我现在先用。那原厂的后避震呢，我觉得是偏软，一开始骑的时候觉得偏硬，然后觉得还 OK， 运动性能还不错，阻尼很强，然后它的弹簧也还 OK。 可是我骑了一阵子以后，跑了山，当然也被小 M 骑了以后呢，就会觉得说奇怪，避震器怎么偏软，然后我在骑的时候就有点喊，就有点晃。那小莱姆也有压过我的车，以后他就说啊，他的磨到了侧柱啊，这样子就是偏软啊。我觉得他还是偏软，只是他的阻尼强度是偏强的，就是这一台 KRV 的前避震器阻尼也偏强，后避震器阻尼也偏强。偏强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因为他有可能追求他的稳定度，因为这种车他是巡航高速稳定，所以他要求的是他要有一点点拉扯感。然后高速的时候它有点拉扯，那这是比较偏向舒适型的啦，我觉得啦。你如果是高速巡航是要阻尼强没有错，可是如果你是要一些反应力啊，一些减震的话呢，阻尼不能太强，可是也不能太弱啊。这个有时候避震器很难调整，我觉得要看骑乘习惯。结论就是我骑下来我觉得它的避震器偏软，当然我们在改装的避震器呢会偏硬一点点，可是这个也是要看调整啦。我现在做的这一支呢，做的体重是比较轻的，比较软的，就是像我这种60公斤的。实际上我拿去调整再看看。那前面避震器他们也在核，现在有核了几个，然后到时候再来拿来给我，我再来测试一下，再做调校测试。那目前呢，因为前面阻尼太强，后面呢其实坐起来算是舒服啊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在车的后面我觉得没有到多难骑，就算软一点点也不会怎么样。就是倾角可能会少，因为它收上来倾角会变少，这样子而已，可是不至于会太过于怎么样。跟我前一台六代战比的话，它这个避震器啊好100倍。如果你骑过六代战的第一版本超硬的，加上那个吊架是智障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觉得这个避震器不是问题，绝对不是问题。可是这台 KRV 的前避震器问题比较大一点点，因为前避震器阻尼太强，然后它的头蛮重，然后跳动就会比较大。实际上测试呢，它又不是硬，它是偏软，可是它的阻尼偏强，偏强以后呢变成反应力太弱。那反应力太弱，如果遇到连续窟啦，你会非常非常的弹跳，就是因为它其实收缩了以后呢，还来不及弹回来，它就一直弹跳，然后就会变成第一次收缩行程吃完，第二次撞到窟窿的时候就变成有点定压触底的感觉啦。那这是前避震器的问题，前避震器呢之后来的时候我再用。我现在是很懒得去调整它的避震器油，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车比较少在骑，接下来排气管的厂商也会再跟我们借车去合车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拿到车，一开始出来的车呢又没有让他们去开发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开发，到现在他才想到也想要去开发。那慢慢陆陆续续东西就会出来，下一个步我应该会改电脑跟排气管。排气管的部分呢，就等厂商开发出来以后我们再改。那电脑的部分，Iris 已经在做了，第一版本应该会先出 Mini 5， 第二版本的时候才会有 RC2。 那 Mini 5我也会改一次，然后 RC2 之后我再改给大家看。今天的避震器简易先介绍这样，之后高阶的时候呢，我再介绍给大家看怎么调整。因为这低阶的部分呢，我就不怎么讲怎么调整了，因为说真的，阻尼开强就会跟原厂避震器很像，
哦，阻尼很强，然后这样子拉扯，很拉扯。可是它很特别，就是因为它下也拉扯，上也拉扯。对避震器的要求呢，是觉得下要软，然后回弹要拉住，就会有稳定感觉，这是舒适的避震器。那如果你是要跑山灵活的避震器，是下去的时候要慢一点点，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快，才有反应力，因为赶快作为第一下，然后再第二下才能这样压。就是我对避震器的要求，就是升压是分离的。当然有高低速会更好，因为低速的时候就会有软，然后高速的时候把它调硬一点点，就会有所谓的高低速软中带硬，就软中带 Q 的感觉了。好，那大概就避震器先讲到这样子，之后高阶的时候我再调给大家看。预载就是看行程吃的够不够，会不会崩带你啊？好，那你只要吃到七到九成就 OK 了。然后接下来阻尼就是再开而已，开就是升跟压一起。如果升跟压一起，如果反应变太慢，我就没办法调了。那你一关又太软的情况下呢，又会晃。所以就只能抓个折中，好，调好了差不多不会晃就好了。所以这就是地界避震器的调整方式啊。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小铃铛，拜拜。